住！现得的！警察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还有你！好了，警察，别动，对吧？驾！哎，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是太子太保柳飞春，原禁军府军前尉，现来以襄阳县上任。这是我的文书。哎，文书。 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找！杀人了！把这给我关起来！都给我听好了，城里又出人命了。打今儿起，这个门不许任何人进出。哎，等一下，让我进去。你是何人？我是太子太保柳飞春，原禁军府军前尉，现来你襄阳县任总捕头一职。你文书呢？文书。 飞了，胆子不小啊！这种话你也敢撒？柳飞春乃是原襄阳城总捕头柳世忠柳大人之女，你个大男人还冒充女人，你真不要脸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哎，你眼神不好吧？我就是柳飞春，你城中出了人命，你应该及时进不许出门和进出，你都要封锁，你不赶紧去办案，在这耀武扬威的，放开我！呀，文书。 站起来！别动我！别动我了！站住！站住！往哪儿跑？哎，站住！站住！走！这是在火锅吗？这大白天的，可怜了，馒头都洒了。起火锅，赶紧过关！ 闪开！散了吧！走吧！哎，别看了啊！走吧！啊！站住！什么人？死者的心脏已经被掏出来了，现在暴尸街头，就你们这个速度，凶手早就逃到城外了。啊！给我抓起来！是。等，看看。 这个呢是当今圣上赐给太子太保柳飞春正二品的免死金牌，我呢就是太子太保柳飞春，所以呢这个就是皇上赐给我的免死金牌。冒充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给我拿下！等，快去！ 此人的确是柳飞春柳大人，请官爷过目。再不动了，你猜？太子太保禁军总柳飞春。 在下张一刀，见过柳大人。哎，这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他自己。身为一个女人，确实没个女人样。哎，想当年，柳大人来我襄阳，任总捕头一恰似昨日。如今刘大人贵为朝廷之中流砥柱，起兵破西夏，为我大宋建功立业。可惜遭小人暗算，只有这本结案书议伴我左右了。大人，您拿反了。 您是柳飞春，柳大人吧？正是本人。张大人，这是我的朝廷公文。都长这么大了，想当年我跟你爹……不必寒暄。方才金柳巷死了人，请张大人下令准我一队人马，我定将其捉拿归案。是。哎，刘大人，您的官服和住所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就在我们县衙的后院。您先过目，稍作休息。 大人，来者不善呐！闭嘴！是，上堂。是。死者何进娘乃是空峒派掌门人何良之长女，4年前来到了襄阳城。根据林郎中的验尸报告来看，她是被人抛心，且刀法齐整，心脏已起食毒。根据初步判断，应该是被凶手拿走。柳大人，嗯，哎，您看看。 大人，依我看，你接着说。此人死法与前几日谭郎中谭子云的死法几乎是一模一样。谭子云，就是江湖中那个鼎鼎有名的神医谭子云。没错。太不可思议了。1年前，谭子云来到了襄阳城，在护城河边开了谭家医馆。我们已经查到陈树林的下落了。陈树林是何人？陈树林是死者何静阳的相公，南城华山派少主。此人脾气暴躁，喜欢喝酒，并且喝醉酒啊，打老婆。哼，这样还是武林中人，衣冠禽兽还差不多。他现在人呢？他现在这……说呀，他在书香院。 小点声！哎，在这儿呢。 想吃吧，就在这儿，对不对？ 放开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打我？我是华山派的少主。打的就是你！上！刘壮士还真喜欢来青楼抓人呐、啊！真不关我的事，大人，真不关我。又是你，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呀、啊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来襄阳找个朋友，找谁都无关紧要，不要妨碍我办案。哎，放手！他犯了什么案子？还要劳驾你亲自来抓他？命案？什么命案？你昨天不是也在命案现场吗？哦，对，你抓错人了，肯定抓错人了。还有。 对我说话能态度好一点，好歹我也是个秀才啊，哪怕一点点嘞。嗯、不能，我忙着呢。再会。哼。大人，真不关我的事啊！马上。啊，说，是真不关我的事。说实话，人是不是你杀的啊？说，肯定不是我干的，大人，真不是你，不是你杀的，你哭啥？就是，说。 大人，我媳妇儿死了，这正难过呢。您看我呸！哎呀，合计年都死了2日了啊！你在青楼，哎呀，逍遥快活。你快点你啊！你快点！刘大人，这陈树林他真不是凶手。此话怎讲？您这不是凶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 那天书香院，我也在。你也在书香院？啊？那你不早说？那书生被你骂那么狠，我敢说吗？我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再探讨一下案情吧。哎，回来！还探讨什么案情啊？啊，你是头，你说了算。真的人。哎。 如果你们这么不负责任的话，扣你们3个月的饷。哎，他说啥？他说扣你们3个月的饷。你这，您就放了我吧，真不是我干的呀！你叫什么叫？您就放了我吧，我要回去把我娘子埋了。你把我绑在这儿。 谁去埋他呀，大人？柳大人是你们的头，听他的，放了。你想弄死我呀？是你啊！你来这儿干嘛？我刚好路过。早知道你在这儿，我走别的路了。喂，你怎么调到襄阳县来了？皇宫险恶，还是这种小地方安全又自在。又有这么多好吃的，我爹以前待在这儿，我跟皇上说就调过来了。我的好友传子云医馆开业，你前来庆祝。这种耽搁的时间。 等我到了以后才发现，他最近已经被杀害了。哎，我想查问真凶，但衙门不给我验尸，所以将谭兄的尸体给埋葬了。你呀，是为了这儿的漂亮姑娘来了吧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觉得襄阳城的姑娘确实不错，尤其是那个书香院，个个养眼。书香院，对了。 上次在书香院，你为什么要说我抓错人了？啊，你说那个华山派少主啊，他已经3天3夜没有出过书香院，哪有空上他老婆去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华山派少主？你怎么知道死的是他老婆呢？这种小道消息，书香院可比密衙灵通多了。那你说，如果这个陈树林他不是凶手，那凶手是谁？那他偷死者的心脏干嘛呢？他偷了这心脏能干什么呢？100两。 贪，爱说不说，我自己查。好啊，你慢慢查。嗯。刘大人。 我听说过你爹，提我爹干嘛？他是个恪尽职守、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。甄大人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把你嘴里东西吃干净。看来官府也是没有办法。是啊，是啊。 这个凶手还真挺有本事的。哎呦，真是太残忍了！接连数日连杀数人，太残忍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告父亲。还是击鼓啊！ 击鼓啊！参见知县大人。跪下。在下文秀才，不必向大人下跪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在下龙重九，乃江湖一介游艺，近日看到贵衙当众出示悬赏令，特来请命破案。哦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凶手就在这本书里。 大胆！你这是故意戏弄本官。照你的意思，难不成是这本书在杀人？大人别急呀、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相信诸位对这本书都不陌生，对吧？那是当然，这是当年柳大捕头记录他破案经历所著之书，在我们襄阳可谓是一方传奇。书中记载第三章。 偷心者。10年前，咸阳城发生了臭名昭著的连环杀人案，当时一共死了5个人，皆是被凶手抛去心脏残忍致死。第一个案子发生在近郊的石榴村，也就如今的护城河畔的谭家医馆；而第二个案子10年前发生在龙王巷口，也就如今的金柳巷巷口附近。2个案子10年前后的案发地点竟如此重合，当然，你说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啊？什么？谭子云和。 何进娘，都是由当初那偷心者杀的喽？不可能啊！那个偷心者10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我爹亲手抓的。我爹说过，他在斩首示众的前一晚就在牢里自杀了，还用自己的血在墙上留了一份遗书，说自己主宰了自己的命运。哎，就是个神经病。没错，没错。 那个案子，当时轰动一时，整个襄阳县的老百姓都知道。你这简直就是胡言乱语！这在下可并没有说这凶手就是当年的偷心者呀。那凶手是谁？你倒是说呀！上半段说完，先付250两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通告上不是说赏金500两吗？先付250两。 剩下的等我结完案以后，如果想知道下半段，先付250两。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啊，这不是菜市场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在下告辞。嘿，你好了好了好了，退堂退堂退堂。大人且慢，我与此人打过交道，他是有点古怪，但他绝不会随随便便拿人命开玩笑的。偷心者这个案子。 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，还请大人让我去找他谈谈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去吧去吧。谢大人。站住！别走了！我知道你缺钱了，那你也不用这么缺德吧？话说一半你就走了。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，不买账的是你们。谁说的？我买账。你先听我分析。那个掏心者明明就已经死了，所以杀害谭子云和何进良的人，不可能是10年前的那个偷心者，那只能说第二个偷心者出现了。终于有一个明白人了。 不像里面那几个，一个个跟傻子似的。别说，啊，你给我等着！那肯定是偷心者的儿子，小偷心者，对吗？还是没脑子。哎，250两白银，一文不少。小郭当真？但是你要跟我回去，把后半段说完。你真够意思，看咱们俩行不行？给你打个折，499两。别攻击。 正想请我吃饭，谁要请你吃饭？你呀！回来了，说说吧。知县大人呢？他不在，我不说。大人休息去了，跟我说是一样。你给钱？510。那么，詹大人。 谭子云死于几月几日几时？4月20，约莫酉时。那么，请詹大人看看当年被害者第一个死亡时间。4月20，酉时。何进良死于5月初3，约莫辰时。请往后继续看。还真是。 这是一派胡言，书上怎么写就怎么来。要在书上写继续死人，这襄阳城的人都不死完了。哎，张兰说点上了。下一个被害人的被害时间很有可能是本月18，地点就是月明街。你当我们这些捕快都是木头啊？啊，龙成九，我看你就变着法的说我们这些捕快办事无能吧。 詹大人，我可没那个意思。如果你相信我说的话，你提前做好防范准备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到时候你们可就真的没有无能了。怎么？想打我？来呀，打我呀！打得过我吗？嗯，哎，起开！干嘛呀你？刘文顺，你有病啊！ 詹大人，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抓犯人，且不管他说的是否属实，以防万一，也为了襄阳百姓的安危，提前做好防范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什么事儿，我担着。你说了算呗。 怎么才来呢？张一诺他们几个呢？没来啊。这几个笨蛋，不来也罢。胡说。咱们今晚就按照书上所写，把犯案经过走一遍。我打听过了，这夜明街5年前翻修过一次，稍微有些调整。之前是正南正北，现在是由南向西。还多2个辅路啊。 第二起案子发生在海市，所以这就是夜明街。本月18，约莫亥时，酒晴西风雨，夜明街街头处。你确定凶手会来这儿杀人吗？无法确定在什么地方，但肯定就在附近。哎，等等我。没事，快点帮忙，快去！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 懂行的了，我要交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记得还给我。哎，你就这走了？他就这走了？那不然呢？对，快点写，洗不干净不给破案。500两，又破案又救人的，这个买卖亏大发了。500两不够，1000两，必须1000两，少1两都不行。加，给你加。 龙公子，龙公子，龙公子，哎，谁呀？我单一刀。啊？什么事儿？那个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，他来给我洗衣服的。啊，说正事儿。啊，禀大人，伤者叫陈淑林。 乃是上一个死者何景阳的相公，虽然说伤得很严重，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不用谢我。龙公子啊，刚才多有得罪哈，还望见谅。那个陈淑林现在在哪儿？陈淑林现在在林家医馆，有林郎中看着，没事儿。那个林郎中什么来路啊？啊？ 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接着说，跟你说合适吗？嗯。啊，那个林郎中他是襄阳城里医术最高的一个大夫，不光医术精湛，并且收费也便宜，老百姓都找他看病去。他不光能够医活人，还能看死人啊！所以说，衙门里啊。 经常找他去当仵作，这么厉害？对啊，城里只要是死人的案子都找他。上回那个何继娘和谭子云也找他呀。带我去见见。好，走。哦，我穿件衣服。二位请在堂厅稍等，我去请林郎中。林郎中。 您小心长胡子啊，这叫阳春果。吃了以后会喉结凸起，而且疯长胡须。 叶郎中，外面柳大人有请。这位应该就是总捕头柳大人吧？见过柳大人。见过林郎中。龙公子。啊，真不愧是英雄出少年。龙公子的医术了得，上次放血的刀法实为精致巧妙，林某佩服。 哎，当时东西不多，要不然的话，刀法还要好。林郎中刀法也是出神入化呀。哦，不敢不敢，实不相瞒，这是祖上三代授医单传下来的物件。什么？授医？啊，稍等，刘大人，这是在程淑宁身上发现的物件，还请刘大人过目。我看看。没错，这是副将级别才能配有的。 而且军牌是军人随身携带之物，陈淑林怎么会有这东西？所以，也不是你干的。詹大人，在。詹大人，在。查明来路。啊，军牌？我这儿也有样东西，想请令郎中替我过目。可恶！这是一张杀人化验单，我看过之后觉得有些蹊跷，想你替我。 指点指点，那不敢不敢，我且看看。这不是谭子云的伤痕测验单吗？我记得还是我出示的。这不是只有一张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我这儿还有一张，请您过目。这上面所示均是何静娘的伤痕症状，也是我出示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首先，第一张不是谭子云的，是我在结案书里撕下来的。 第二张也不是何静娘的，也是我在书上撕下来的。我这儿还有第三张伤痕测验单，你要不现在就给陈淑林开一个，看看是不是一致？不用了，一定是一样的。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吧？凶手就是按照这本书。 这么多人把守，你确定凶手真的会来？放一个20多星，一定会的。此话怎讲？这种人，这个钟是模仿者，3个人的细节都是按照书中所写。现在还没到陈淑林死亡时间，所以他一定会来取他性命的。这个混账！你说什么？追！跑！快点，快点！都是在下无能啊！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。真没想到余树江的事件居然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哎，这才刚刚救活呀！不必自责。呀，怎么胳膊受伤了？啊，这是老毛病，并无大碍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早些休息，走。快快快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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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个呀，这是沈平浪的，你一看就知道。这沈平浪可讨厌陈树林了。看来是军营的人没错。这个人常来找陈树林吗？何止呢！不是他杀了陈树林，也不足为奇啊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大家都知道啊，毕竟人家是老情人嘛。老情人？对呀，何静娘啊。何静娘。 我曾听说过这个事儿，只是当时没在意。手下人跟我说，这何静娘跟沈平浪曾经是青梅竹马。这个沈平浪啊，年少之时，父母就双双而亡。那个崆峒派的掌门人是出了名的势利鬼，见到家道中落，就拆散了二人。可怜了这对苦命鸳鸯，明明相爱，却不能相守。那何静娘嫁给陈书林是被逼的。之后，沈平浪从军。 几年前回到襄阳城，当了官儿。更巧的是，在襄阳城遇见了多年不见的何进娘。我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休了。安国，住手！谁呀、啊？你个畜生！ 你敢打我，我乃少主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走吧，你放过他吧。 兄弟，换做我，我也忍不了。柯哥，你问完了吗？问完了，我可走啦。看来这个沈平浪和何静娘还有陈树林都有关系。嗯。吃饭了？不吃。嗯。人已经打听到了，叫沈平浪是军营的人。走走，这是军营大人。耶！ 这军营说是咱们能进就能进的地儿吗？那怎么进去？要提审沈平浪，手续非常麻烦。再说咱们衙门和军营的人也不对脸啊，就算是县令大人批准了，军营的人不一定给面啊。嗯，那怎么办？你看我干嘛？不知道怎么办。哎，哎，记得把脸蒙好，否则被抓了，我得去救你。 什么？凶器？凶器？沈平浪！哎，说，这人是不是你杀的啊？说，前两个不是我，后一个，我倒希望是我。算你招了，对不对？算你招了，算。等着你小子！ 头儿，怎么办啊？还是一个字没说。是啊，这小子什么也不说，也不能用大刑，这军营里也太他妈气人了。哎，头儿，要不咱把他打晕了，再让他挨受一下，怎么样？这有打算呢？嗯，什么事？说，赶紧把你衣服穿好，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，赶紧跟我去衙门审犯人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啊？什么？哎！太不人道了吧！抓来就算了，打成这个样子还让我来审，万一他们以后找到我怎么办？我可不能被认出来。快说，问出什么呀？10两定身银。嗯，问出什么没有？没有。有，他不是凶手。你怎么知道？ 凶手单方作案，他存量饮酒，视力模糊。凶手单方命中要害，不多一岁不少一岁。以他的实力，办不到这一点。这还是不能说明什么呀？这是你单方面认为。作为习武之人，这点我也能做到。你看，我说我不说吧，你们非让我说，我说以后你们又不相信。你们两个这……但是这个只能说明，不能证明他是凶手。头儿，哎，这边儿，哎，这是那个凶器的检验单。 啊！这上面说，他的军刀上没有沾过血的痕迹，并且还没开过刃。看看，我说吧。但这也不代表他不会用别的凶器来作案呢。这不可能，军队配给的武器那是有严格要求的。那你说怎么着吧？你去问当事人呢。他一个屁都不问，我能问出什么来？你问我十个屁我也不知道，我又不当事人。让开点！你们俩到门口看着点！哪是啊？ 疯了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不是沈军爷吗？对呀。军营的人找我要人呐！你们都做了什么？我就是个犯人。张大人，今晚我不当值。哎呦，你站住，别走！要把人放出来！快放人！放人！听见没有？放人！出去！放人！出去！放出来！冲啊！我看你这个人肯定就在这儿。是。 人确实在我们这儿，那还废什么话？还不赶紧救人！沈平浪可是命案一犯，捉拿疑犯依法审问是我襄阳县衙捕快的职责。如果他没罪，我保证完好无损，一根毛也不少的送还军营。但只要他有嫌疑，不好意思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好啊，小丫头，你有本事，我今天让你看一看。 是你们襄阳县衙的房顶结实，还是我们的刀结实？哎呀！各位军爷，使不得呀！柳大人，我都要敬他三分。她是柳世忠柳大人的独女呀，有皇上赏赐的免死金牌在，是不是这块柳大人？是不是这块？ 没想到你爹一代忠烈，你却干出这样的事来，我将秉承节度使大人。这事儿，我们要讨一个说法。去，你快去吧，他是我爹的老部下，去吧，我等着你啊。关门！各位军爷，息怒啊！哎呀！ 刘捕头，得罪他们如何是好啊？要不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吧？不用吧。所有人听令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是。军营的人把县衙给围了。听不清。军营的人把县衙给围了。听不清。军营的人把县衙给围了。 小点声！出去！听到了吗？这外边因为你都打起来了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打不到这儿来，很安全。哎，你怎么还是不招啊？哎呀，你就开口吧。啊，其实我也不想为难你，所以你也不要为难我。 咱们都是男人，男人何必为难男人呢？对不对？要不是为那500两银子，我也不用待在这个破地方，你也不用在这个地方，你就说了不就完了吗？其实我知道你不是凶手，因为你根本就看不清，因为你常年喝酒。你怎么知道我看不清楚？因为我是个大夫。你就放了人吧，算我求求你了。难道你就看着我吊死在这里吗？掉！听我口令，把这人通通拿下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看你谁敢！且慢！沈平浪不是凶手。我求你个事儿呗。 说，此事我非何金娘不娶。可是她却死了。我之前也教训过陈书礼，但是我回军营之后，发现摇摆不清，没想到是他拿了去。啊，这个沈平浪还是个情种，真没看出来。可这也不能说明什么，也许只是个巧合。巧合？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沈平浪和谭子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你还认为这是巧合吗？嗯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谭子云10年前曾经跟随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，而与此同时，沈平浪也在这位将军麾下，二人共事多年，这也算是老相识吧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今天我去了州府，州府大人震怒，这知府县衙都在谈论偷心贼的事情。 现在满城人心惶惶，再过2天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。州府大人他还说什么？您快说呀！10日之内再抓不到凶手，就要革本官的职。哎呀，你们赶紧给我查呀！张大人，您的蛐蛐呢？哼。 看什么呀？把这个眼神收起来。不可能是我说的。还拿我们当驴使呢？不是，我们明明是马。驴马。出来！都出来！快点！哎，都出来！ 这才几天啊，偷心者的消息就在整个襄阳县传开了，谁管不住嘴吧？说吧。现在好了，凶手的目的达到了，他就想看见现在这样。你说呢？有点。我的人是不会干出这种事儿。 我没问你，我问他们呢。那你问去。刘大人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就一定是我们说出去的呢？对呀。那你告诉我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哎，你的朋友龙成九，他很有问题啊！天天拿本书，还在这妖言惑众。你怎么不去问他呢？就是啊，那个不三不四的尤姨，他什么话都敢说。 而且那么爱钱，我看啊，他随便找个说书梗，说一段给他10两银子，这事儿他干得出来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此事事关人命，不是我们拿来开玩笑的，也不是我们拿来赌气的。哎，走了，那就散了吧，哥几个。啊，散了。哎，四儿啊，叫上几个兄弟一会儿去喝点。哎，好嘞。 同志们，你们跟我说实话，我平日里喝酒喝醉了，到底有没有说漏嘴？没有了。这个沈平浪，一提到他，我就一肚子火。我们也是，这王八蛋沈平浪啊！对，我说你们跟女人置什么气啊？啊，咱们今儿个就。 喝酒，吃肉，行，好，来，大人，那事儿可能是我喝多了，我说出去了啊！哎，头儿，那天啊，我们没有喝醉，我们清醒的很。我们大主啊，只想跟你客气。对，这总捕快的位置，就该是您的啊，是不是？对。 是不是啊？跟您磨，这半路杀出个柳飞春来啊！这案子他破不了，不得还在咱头上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不还在头上吗？对呀，就是。这次这个黑锅我们让他背定了。不过大人您放心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骑到你身上了。是头上，身上，头上，身上，是头上。 身上、头上，都给我闭嘴！我觉得柳飞春说的没错啊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他人命不是咱们拿来置气的工具。 这里就是10年前的观音庙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第四起谋杀案的时间就是后天。一定没有意外。观音庙，观音庙已经没了呀，早就拆了。现在这儿已经建起了这种街道，因为取名不方便，就要问一下。那既然没有观音庙，凶手还会来这作案吗？当然会。嗯。 前3起案子引起这么大的注意，那第4起，他还愿意冒这个险吗？他会，他就要这种效果。有的人就算不能流芳百世，也要遗臭万年。哎，你说，那他就不会担心我们会有埋伏吗？此人十分聪明，一定料到你们会有埋伏。 他一定会想到万全之策。我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加派些人手，一定把他抓住。哦，我们都要去吗？对。咱不是说好了，大家伙盯着这沈平浪吗？沈平浪固然很重要，但如果我们不在现场的话，那是我们责任。万一我们不去，他跑了怎么办？是你说了算，是我说了算？您说了算。都给我听好了，都换上便装。观音巷是闹市区，人多，别太扎眼。是，去吧。章鱼，怎么了，徒儿？你去盯龙城酒，这个人非常可疑。是。 我带着3个人去那边的街口，你跟剩下的人留在这边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赵四，头儿，赵四不在，人呢？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。不管了，你去盯龙城酒。 吓死人！哪儿去了？人有3急嘛，就你事儿多。哎，对了，头，沈平浪走了。什么？他怎么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不让你去军营吗？是军营的线人说找不着沈平浪了。通知所有人撤。哎，撤哪去？军营啊！你留下。哎，是。他们几个怎么办？不管他们了。 跟了我一路了，还吃那么多冰糖葫芦，一根接一根的吃，你不嫌腻得慌呀？我好这个，跟他们说，不用监视我，监视我也没用，回去。啊？怎么？还想我请你吃冰糖葫芦吗？走，好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等等啊！带上几个人，把你兄弟抬走。 我兄弟，哎，四儿，小红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，刘大人？这儿怎么只有咱们4个人？其他人呢？啊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说。 张大人和几个兄弟上闯军营，被军队的人给扣了。现在，扣着人不放了。沾一刀擅闯军营，怎么可能啊！将军，柳飞春到了。好。刘大人，参见刘将军。撤下，人都到齐了，你们县衙的人说说，想怎么办？怎么回事啊？赵四儿跟我说，沈明浪跑了，我就追出来了，甚至追到军营禁地了。赵四儿人呢？我让他去通知弟兄们，谁知道他自个儿不见了。不见了。 我们中计了，大人，我们中计了！胡闹！中什么计？中谁的计？你不经知县大人和我的批准，就擅闯军营劫人，没有缉拿令就自作主张提审沈明浪，你可治罪！对不起，放肆！将军，他们三番四次劫持军营的人，打的可是襄阳军队的脸，一句对不起。 就想让我们放人，将军，放人怎能服众？好，你说，怎样才搞放人？跪下认错。什么？跪下认错。刘大人，对不起。既然道歉了，那就赶紧放人。放人？放什么人？废话。 当然是沈平浪了，他一天都没回过军营了，难道不是被你抓走了吗？哎，那不是赵四吗？赵四，头，赵四在大街上让人给迷晕了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街上的时候，突然就失去了意识，我醒了之后，就碰到他俩了。 那刚才跟我说的赵四是谁？啊！糟了，我们都在这儿，那谁手在观音像啊？哦，是啊，快跟上啊！哦。飞春，是我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等你啊。等我？不是你让我等你的吗？是吗？快过来！九郎，九郎，你怎么了？抓住他！别动，别动，站着。 龙重九，原来是你！带走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哎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死者是本案嫌疑人沈平浪，被指赶到的时候，心已经被挖走，当时龙重九就在身边，手里还拿着作案凶器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九郎。 九郎，这两天你们可能会收到新造的红旗。偷情者下一步应该是要向官府示威。书上第4个案子就这么写的，他一定会照做。你还在坐牢，你就不担心你自己吗？坐几天牢算什么？ 我本可以阻止这一切的，但当时我真的害怕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虽于人无数，但当时我真的害怕了。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残忍的凶手。作为一个习武之人，跟你说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笑啊？反正换成我。 我肯定会追的了。是的，你一定会。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。因为我是捕快啊，你毕竟不是。当时我看见你了。那个暗器内一定会有某种特殊的药物，让人丧失理智，产生幻觉。快过来！ 毫无抵抗之力。你们几个，还有你们几个，去前门后门，给我守住县衙的每一道房门。如果有人往县衙里送包裹，立马给我拿下！快去快去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你干嘛去？哦，我保护大人。大人，龙重九说了，偷心者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向官方示威，凶手会送来死者的心脏和红漆。头，不要再说了。 九大人，这龙重九他就是疯子！对，龙重九太可恶了啊！什么模仿杀人案，什么偷心者，简直就是把我们耍的团团转。那我问你，第一次发生命案的时候，他根本不在襄阳，你怎么解释？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龙重九杀人证据确凿，传我的命令，明日午时。大人，在县衙门口发现了这个包裹，可有说是何物？没有，大人，要不您打开来看一下。师爷，打开来看一下。沈平浪的心脏。 把门打开。是。大人说了，特准你介入此案，500两白银，一文不少。这个人可是送包裹的人。嗯。观众里，天津人口音吗？像是个外地人。此人之前见过没有？没见过，绝对没见过。很好。转过来，你描述，我来画。让我想想吧。别想了。 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是他。不可能啊！他在我爹面前撞死他。再看看，我刚画的。是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找张大人。哟，张大人，怎么样了？这就是凶手。这不是他那偷心者吗？ 他还没死啊！哎，你闪！哎呀，等会儿！你看看我画凶手画像，跟咱所见凶手有几分相同？不像。张大人啊，你再看看这一幅，哎，这也不像。你仔细看好了，别着急，你看好了再走。哎呀，不像，就是不像。你仔细看看，哎，这不像。这个是我从书上撕下来的啊。 哎呦，刚才呀，本官我老眼昏花了，这细看还真有一点像。快拿着！大人，您刚说的对了，怎么又改口了呢？这是他，是他，怎么会是他？一定是他！哎，干嘛呀？你到底要干嘛呀？都拿来了吗？ 对，都在这儿了。点火！啥？点火！点火！哎，是，点吧。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看这本书。要是被我发现谁看这本书，我就把他吊起来，打他3天3夜。我告诉你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偷心者，全都是假的。我爹他就是个骗子。翡春，你这样说你爹合适吗？ 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凶手就是我爹。站住！你刚耍什么疯呢？啊？这案子就这么结了？不管了？结了。偷心者案子已经结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偷心者。 凶手就是我爹。你耍什么小孩脾气啊？你这么做就是不负责任，4条人命说不管就不管了。要查你自己去查吧，那500两你想赚就自己赚吧，占一刀会给你结账。开门！开门！不是你开门呐、啊，开门！那我还没说完话呢，我还……我告诉你。 就是明天，清福街已经拆了呀。啊？那现在是何地儿？你住的龙福客栈，小心点。张大人，龙公子，你不用害怕。 我会保护你。我会害怕吗？我需要你的保护吗？肉骨子，你这干嘛呢？我在看有没有凶手预先藏的暗器。肉骨子，咱干脆把客栈里的客人全部疏散开，让咱们自己的兄弟在这盯着，看看那畜生敢不敢来。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只会打草惊蛇。表面看我们是在明处，其实我们非常被动，因为不清楚他下面会怎么做。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，让我的兄弟们在这儿藏起来，好来个瓮中捉鳖。我们就是要保证一切正常，营帐四留下，让衙门其他兄弟该巡逻巡逻，该干嘛全部照旧。 然后就等凶手自投罗网。没什么事吧？没事啊。根本就没有什么通行证，结了。难道他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引出凶手？糟了，对春有危险。 果然是你！没想到吧？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很久了。是我。你终于还是来了。我猜的没错，就是你。小姑娘，你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居然能够发现破绽。破绽？哼。 一个昏迷的人是不可能知道时间的。不是我太聪明，是你太不聪明，自己暴露了自己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你终究还是蠢了点，竟然敢用这么不要命的办法把我给引出来。祖上三代受医单传下来的物资。 我就喜欢僵尸之人，听我诉说真相。好，保持。我临摹原名有许，乃当年延州军营的军医，因在俘虏身上施药，害得他们集体感染瘟疫，最后将他们全部活活烧死，涉及1081条人命。小姑娘，这个数字没有吓到你吧？军医，准确的来说，我与谭子云还有沈平浪都是兖州军营的军人。 朱老头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赶紧走，这里火太大！走啊，走！我不是。 石有史是他干的。自此后的10年里，我到处东躲西藏，为了不被抓获，我甚至去西域学了易容术。来到襄阳以后，我本打算在此度过余生。 可偏偏老天爷就是不放过我，就是不让我好过。三兄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军中一别，甚是想念呐。兄能来太好了，快！谭郎中，在下隔壁凌家医馆的林郎中，听说先生医德高尚，医术高明，特来拜会。谭郎中。 谭郎中，哦，幸会！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哦，沈兄，这位是林郎中，这个是我的挚友，在军中做副将的沈平浪。啊，难道军爷到我林郎中林家医馆拿过药？ 沈兄，认错了。沈兄，你与我一样，把林郎中当成一见如故的故交了吧？哈哈哈哈！幸会。哎，请。你害怕沈平浪和谭子云迟早会怀疑你真实的身份，所以你。 先动手，以除后患。没错，我竟然成了我爹书中最后一个受害者，你逃不了了。动手吧，令郎中。 果然是你。方才的故事，让在下继续听你说完吧。你正是在《结案书记》这本书里找到灵感，于是想要做一起我特制的一种暗器，暗器中藏有一种药物，无色无味，暴露在空气当中便会散发出光芒。凡是中了暗器的人，必会失去心智，唯我空智。没错，丧失理智，产生幻觉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与其说被你控制，还不如说被自己的心魔所控制。看来你是做足了功课嘛，不过你知道的太多了。 其中一个，我杀了你！林郎中，原来是你，骗得我们好苦啊！带走。 别说谎！把人贩带上来！跪下！大人，这都是凶器，此乃令郎中亲手所研制，内含有特殊药材，无色无。 此药在晕染空气，并产生刺眼的光芒，使人视线模糊。所产生之气体让人丧失理智，产生幻觉。凶手便活体取息。您深知陈淑林和沈平浪的关系，我们在陈淑林身上发现那个军牌，就是在沈平浪身边偷走，然后嫁祸给陈淑林，铁证如山。沈平浪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之后，你又扮凶杀人灭口，还不惜自杀。 一日空照寺，调虎离山，制造种种偷情者模仿案假象，你可真是下了一手好棋。只可惜，走错一步，满盘皆输。你凶残至极，罪该万死。杀人犯凌月，罪大恶极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在明日5时，龙门街斩首示众。是。你给我跪下！ 你必须为这4个冤死的亡魂赎罪！来人呐，押下去！大人，案子已结，500两。 大人，您醒了。嗯，他人呢？斩了。3天前，南门斩了，用高刀扎了，一刀下去，人头落地，血液飞溅。我说九郎人呢？九郎，他昨天晚上不是在这一宿吗？这。